你们相拥的画面很完美，毫不违和，站在选择的交错点，很狼狈，在那时退向前。是的，我没有回头，你也没有挽留。那时的你没有迟疑，从此踏出我的生活。和谐，故事该怎么接？南墙不悦，反正没人在意这些。故事就此完结。